家里的魅魔套路了，之前签订的契约也被他拿回去了，他有点得寸进尺了。你之前答应我的事情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是个啥不可裸。我这是侮辱你了。你把我逼急了，我现在就去喊那个什么什么事务所的人来抓你。就开个玩笑，不至于。哎，别走啊，可以聊吗？就应该让那个特殊事务所的人来抓你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多谢。谢谢你啊。哎，你也住在这里吗？哦，我住916。哦，我是新搬来的，我住在918。这么巧吗？东西挺多，我帮你拿吧。谢谢你，你人真好。我到了，你要不要进去坐坐？那个改日吧，我先回去了。你回来了？啊，回来了。你是见什么人了吗？没有呀。好熟悉的味道。啊，有吗？你盯着我看干啥呀？不对劲。啊！哎，怎么是你啊？那个，谢谢你帮我忙，我请你喝瓶水。谢谢。那个，我方便进去坐坐吗？啊，方便，特别方便，进来吧。他是？啊！我是他女朋友。啊？啊？